香港美食享負盛名，當中煎釀三寶更是令人回味無窮。其實九龍灣都同樣有三寶咁吸引。講起九龍灣，一定會想起德福花園，接近九成實用率，多款兩房户型選擇，當中仲有一個奇蹟，業主可以自行將兩房改為三房間隔之後，空間仲好實用噶。屋苑鄰近九龍灣港鐵站以及德福商場，同時有接駁巴士來往 Megabus。 交通、生活配套齊備，所以是不少家庭的置業首選。由德福花園途經東九文化中心，只需要步行10分鐘的淘大花園，同樣主打兩房單位，大部分以女字廳為間隔，擁有多個景觀選擇。要翠綠山景？有。要寧靜樂園景？都有。而且樓下自設淘大商場，以及近年規劃的食街，滿足住客的日常生活所需，適合二人至三人的模範家庭。如果你有養寵物的話，可以選擇旁邊的德寶花園，閒時可以帶狗仔落平台散步。當中最大賣點，現時德寶花園入場價只需要由450萬起，可以申請九成按揭。除了是寵物的天堂之外，還是選擇九龍灣的你的上車天堂。想了解更多九龍灣物業資料，可以瀏覽利嘉閣網頁或聯絡分行。